10月3号早上8点，41岁郭女驾车从松山住家往南港上班途中，行经宝清街89巷口，绿灯左转时，前车头与南侧行人穿越道之81岁行人张女发生碰撞，在追撞路边红线违停车辆。警方调查，郭女驾驶酒车族为零，行人因头颈部伤势较重，仍在医院救治中。松山分局呼吁，路口驾车绿灯起步时，应确实留意行人穿越道有无行人通过再行转弯，若未停让行人，因而致人受伤，将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4条，处新台币7200至36000元罚锾，并吊扣驾照1年。